下一个环节是什么？第三个实验，挑战开挖掘机划船，并拯救落水的 Dr. Hai。 好惨啊！ Dr. Hai 现在在水里啊。现在 Dr. Hai 在水里吗？都飘到那儿去了。但是你们别操作，别把自己开进去了啊！你看这个画面。哇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船动了啊！哇！我觉得这个比冰船还要难，真的不想救他，反正走吧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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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救到他的海底，你不着急啊？着急着急，救他吧，来。大概多少分钟啊，哥？开一年。来吧，家人。走起，去救 Doctor！ 哎，金号毛巾，冲啊！哎，鸟啊，怎么不兴奋呢？哇哇！太鸟了。我没看见挖掘机吗？哦，看到了，这就上了是不是？这就上了是不是？快点，好，我领走。好，走走走。阳光救援队。大哥他还真调皮呀、啊、这都飘起来了呀，已经没了呀，人都走了，要用挖掘机在水中、哎、不会把它挖到吧？这里有个旗子就代表我们从这里一定要划过去，划过去。我觉得这个比冰船还要难。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你挖掘机是称霸工地的王者，也是无数男人的梦想。而看似简单的机械臂动作，却充分考验着驾驶员的左右脑协调能力。今天，成员们就将尝试用最快的速度学会挖掘机，并用挖掘机作桨划船前行，去拯救三位落水的 Dr. Hai。 一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高难度动作。让我们看看成员们究竟是一般人，还是天赋异禀，开挖就知道了。第一步，请各位依次在画板上尝试左手画圆、右手画方进行协调力测试。我们要左手画圆，左手画圆，右手画方，谁画的标准，谁就有适合开挖掘机的能力优势吧。那我们先画呗，先进行，先画完。那到嗨，等我们一下，没事，再飘会儿，可以。哦，在这儿画呢。你们谁这个比较有优势？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不敢说有优势。画圆圈跟正方形是大脑，看你的大脑能不能协调这个动作。那所以你画不出来就特别尴尬，不太容易画出来。本身人的脑子的开发就没有开发那么多。那我给你画出来怎么办吧？画不出来。来吧，两个两个来嘛，谁先画？来吧，最后我。准备开始。哎，那边得动啊，右手。这也特别抽象啊，哥。没关系，是这么回事就行，对不对？哇哇，陈飞宇。你这个很厉害，而且你距离还大，陈飞宇感觉很轻松。哎，很轻松啊。哎，我来了，加尔来，一起吧，一二三，走。啊，哪一个是方，哪一个是圆？这是方，很明显啊。哪里明显？角啊。我圆不圆，方不方？哎，你这个是画这个小的好画吗？有点缺，你连这样子你画这么小，你也并没有画出来啊。我不用大家说，我也知道我画的差一点。那就闭嘴吧。
迪迪哥，你试一下，我还要好好画。一二三，走。毕竟是大哥。哦，你是完全凭的肢体的肌肉的这种记忆，这就是一大一小，对吗？我想画快点。哎，画俩圆，不小心，一不小心，还是一大一小。好像陈飞宇可以。飞宇厉害，飞宇厉害。你这天生适合开挖掘机了。蓝翔毕业的。哇哦哇哦哇！嘿 ，drop the beat。抓不住你，我真觉得你俩可以去。他们俩是真的很厉害。我们跟你说，我们两个就是天生开挖掘机的。你俩去吧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到时候还必须由你们来拯救。我们问一下指导员。啊，指导员怎么样？你们现在完成这个测试了，我们会有挖掘机的师傅点评。好嘞，好嘞。点评一下。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啊，你们这个画的基本上都还 OK 的啊。啊，这个第一名，第一名，这个第一名，第二名是哪个？第二名啊，第二名觉得这个啊，那就是你们俩，王师傅，要不您画一下试试？啊，可以，不要挑战高手啊。没事没事，您试试嘛。哎，你不要这画了，这个板都烂了。好好好，看出来了，这个游戏跟开挖掘机没有任何关系。哪个是方的，我甚至看不出来。这个证明我的左脑跟右脑这个配合还不是蛮好。我们已经选出两个学生跟您学了，飞宇和加尔先学嘛。王师傅，您学的时候是学了多久？哇，我已经开了20多年。二十多年。对对对对，你先上去，我几个动作跟你讲一讲。好的好的。啊，我先上吗？慢点啊。下面锁住了的哈，不可能没有往前开吧？别。那个铁链是不是就给它？对，勾住它，别一下一脚油门，直接挖海里去了。像这个挖机呢，总共是两个手8个动作。这个你不用去踩。好的好的。这个你就是踩了这里啊，这里好。啊，这两个尽量不要去踩。好的好的，明白了。好，挖水的话呢，你左手跟右手动就行了。明白。啊，像这个挖机呢，总共是2个手柄，一个手柄4个动作。这个往后。好。它是左转。左转。行过来。转向。转向。好的。向前。向前。右转。向前右转。OK。右转。左右左右。对对对对，打开左边那个小辫。啊。就往那个绳子往外面伸。哦，往里伸，这是收，这是只收进来。好嘞，好嘞，是这样子。那个向后拉，是这个大臂往上伸，下 ，OK。左边这个扎头是勾起来，好，勾起来，这是收。右边放开，那这样这个动作，那我彻底明白了啊，明白了。我再给您重复一遍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是左，不是，后是左。后是左，左，右，然后是上上，上是那个，那这个左呢？那个小臂啊，小臂往里收，往里收，右往外放，啊，往下就是这个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往这边走，哎，对对对，往上就是往左边走，哎，对对对 ，OK， 这边往上就是这大臂往上提就是往上。往下放就是往下，啊，明白，同样这个逻辑。哎，对对，好，对，我试一下。嗯，然后就是上，下，对吗？上是往后。上，下。对对对。好的，然后呢？还有是左边是个柴斗，勾啊，勾起来。勾起来。右边。明白了。主要是这个动作划水的动作呢，就是2个动作。啊。大臂先抬起来啊。你就是往后转向，啊，就是穿向前了。明白，好的，那我们可以操作一下吗？操作一下嘛，就是那个钥匙打开，对，好，油门你稍微加一点，哦，好，哦，拉那边拉，哦，慢慢脚拉，要拉得慢，不能太快，慢慢脚拉，慢慢脚拉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哦，
这也太酷了吧！陈飞宇都学会了是吗？哦，哎，传动了啊！哦，哎呀妈呀，别把自己摘下去！哎呀妈呀！